先把这个油刷一下，刷了油之后就用这个。没火的菜呀，光看着你们吃的。没事啊。这个弄好之后，就把这个青菜。对对对，鸡蛋少一点，鸡蛋吃点就好了。家长摊位，然后这个摊位呢可以看见是做肠粉的。那请问您，就是肠粉一般是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享用呢？就是什么样的环境啊，什么样的时候？一般广东来说，肠粉我们是做早餐的吧。嗯啊，然后拌点稀饭啊，还有我们的萝卜干啊、辣椒酱啊什么的。它主要是快嘛。哦，好，那今天就这样，谢谢你。好、啊、好，谢谢。你们卖的东西的话，就是会在什么场合会吃到呀？通常来说都是西餐厅那种，或者说茶餐厅那种，应该也会有，不算是特别高级的。但是在这种美食节就比较特殊。对，我们当时想，主要的话，别人应该不会做这个东西，所以的话做这个会比较特殊，会卖的比较好一点。所以的话，我们就选择了做这个保持酒香清口，然后再加入点意大利的香料，来制造一种地中海的。把那个青口的壳把肉刮出来，然后把它壳藏到土豆泥里面，然后给别人吃。你会把别人吃死吗？没有，这才叫黑暗料理。